叔叔，我去帮您打下手吧。好，打什么下手啊？你别谦虚了，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你的手艺。爸，那个来者是客嘛，你怎么能让客人做饭呢？就是啊，你客，你是客人吗？你要是把自己当客人，就没有成为一家人的诚意了。我试试吧，叔叔。厨房在那儿。好。加油。我洗就可以了，出去休息吧。他们老赶我呀。因为你爸要我懂规矩，守分寸。你离我远点。我不。别闹。不。听话，快别闹。看电视啊，乖，快去看电视。我不想看电视，我想帮你。听话。嗯。快去。快去。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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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小可爱又回来了，我数一二三，放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说不放就不放。到底怎样你才不捣乱？你让我留在这帮你，那你离我远点，别动啊。